露露，醒了。你在医院里，刚才在印刷厂，你晕倒了，吓死我们醒了。啊，大夫。嗯。早上吃东西了吗？吃了呀，喝了一大杯黄瓜汁。你现在是孕期低血糖，不要累着，不要饿着，更不要过于激动啊。等一会儿。什么期？孕期啊，都已经12周了。是不是搞错了呀，医生？如果这件事都搞错了，我这个医生就不用干了，是不是？打完葡萄糖就可以出院了，记得下周过来复查。啊，提醒一点，你现在是高龄孕妇，做什么事格外小心啊。谢谢大夫啊。嗯。我怎么还怀孕了呢？姐，这是喜事儿啊，恭喜你！什么喜事儿？喜从何来？何喜之有？啊，来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哎呀，我说露啊，你这心也太大了吧？这都多长时间了，你连自己怀孕的事儿都不知道？这刚刚晕倒的时候把我俩给吓坏了。你这种情况还能坐10个小时的长途飞机吗？我得问问大夫去。什么情况？老徐，法国我一定要去。徐老师，这个事情过两天再说，先让他休息一下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那露露，你先歇着，多歇几天。印厂那边，我跟瑞秋去办。老徐，我也表个态。画廊的事情照常进行。我不会因为我的身体影响工作的。哎，瑞秋，去吧，我来照顾他。好啊。王源，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没事，先别着急，把点滴打完，咱们回家。哎呀，我怀孕就算了，我怎么还是高龄产妇了？啊，没有。好了好了，喝点水。那几天你老说你胃疼，我还让你去医院检查，没想到是因为这个。我怀超人的时候一点罪都没受，吐都没吐过，所有的罪都是从生完超人以后才受的。那你怎么办？得想想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啊。得告诉他吧。他知道有什么用啊？我又不想结婚。哎，王阿姨，我来给我吧。哎，超人妈妈，晚饭想吃点什么？那个炖个鸡汤，好吧？放点大枣、山药。行，那我去准备啊。谢谢。你瞪我干嘛？补什么补啊？过两天我就去医院了。那你为你自己身体也得补补啊。我有一个超人，真的已经够了。可是现在已经3个月了，怎么了？就是那次周末，啊，我就那么一次没有那个，哎呀，这么好3个月，气死我了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哎呀，我太倒霉了，我不想当女的了。好，不当你了，不当你了。哎，来电话了。我接一下啊。喂，李成。哎，老婆，接上孩子来大月吧，我弟来了，一起吃个饭。别去餐厅吃了，来家里吃吧，我来做好不好？他非说他要请客，6点钟啊。哎，
让你做。好。本来讲的是一个男人陷入了谷底，独自走上了一段旅程，然后呢在路上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，慢慢治愈了自己的这个伤痛。哎呀，你说写个剧本咋这么辛苦啊？现在你们的意思是今天买了个小温巾，路上碰到的那个自行车手变成了20年前这里面有香参，你一会儿放完了，两个人还有深仇大恨，这谁出的意见啊？你们怎么没明白我的意思呢？照你们这么改，好好的一个温情故事直接变成跨时空追杀了，这意见我没法接受。行吧行吧行吧，那我再好好想想。好，快快坐下坐下，来喝点菊花茶。你别老着急，别老喊，上火呀。媳妇儿，我不是说不听他们的意见啊，问题是不能说什么我都听吧，那我成什么了？二一个，他们看上我剧本什么了呢？啊，他们不光看上你的剧本，最主要不是看上你的人了吗？不管他们提什么，都是建立在对你认可的基础上。老公，咱们做事得用点技巧，你先把约签了。可是小杜，我问你，我听不进去的意见，我不同意的意见，你让我怎么改？那是没法改，不过别人改不了，你肯定能改，而且你改的肯定比他们提的意见更好。哎呀，咱们这约肯定得签呀。你想想，咱妈要在这儿常住，你再想想，窗外有树的书房，这沙发。小点声。这么小声，你妈听不见。妈耳鸣。小猪啊。啊。哎，你西洋参放哪儿啊？找不着啊。哦，就在这儿呢嘛。那柜子里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啊。哎，放哪儿了呢？没事，您先弄别的，我来找。哎，行。我想了一下啊，咱们干脆就各退一步吧，好不好？追杀车系肯定不能要，不符合整体的气质。奇幻元素呢，我可以考虑一下，不行就给它加进去。嗯，哎，慢点，别撞着。俩宝贝儿来了，哎呀，我哥，哎呦呦呦，老爸，宝贝儿长高了，来来，对了，要一个红包啊！你老这个惯着他，快谢谢小叔啊！谢谢小叔。小慧怎么没来啊？嗨，他呀，在家盯装修呢。我俩不是想弄个奶茶店吗？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！我正跟我哥说着呢。你们这餐馆怎么样？嫂子，现在的餐厅不好干，我这趟来北京就是考察网红奶茶店的啊。快坐下，坐下。嗯，来。记下来了吗？记下来了。嗯。别让他们一进来全给打断了。嗯。你接着说，没事。啊。干杯。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回啊，肯定能成。这市场调研我做完了，这种店放在市中心，稳赚。小智啊，现在商业市场也不太好，奶茶店是不是都已经很饱和了？对，这事儿我也考虑过了，但是我认识一哥们儿，有资源有渠道，就是我现在。还差点启动资金，差多少？哎，李成，嗯，少喝点，晚上回去还给孩子看作业呢。老婆，没事啊。嫂子说的对，哥，要不你就，哎，听好了啊，你啊，这次一定好好干，啊，差多少哥给你想办法，别再让爸妈跟着着急了，听见没有？我知道。嗯。我干了，哥。
不是说好是你弟弟请客吗？你为什么买单啊？来一趟也不容易，一顿饭不至于啊。咱们家现在什么情况？现在是要面子的时候吗？行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啊，我下次一定不会了。刚刚吃饭的时候，你说你要帮李志，你要帮他什么？帮他筹钱吗？咱们家可是没有钱。要去借贷吗？咱们因为借贷吃的苦还少吗？我知道这次难为你了，但你也不用一直在这反复提醒我吧。你不答应他，我干嘛提这个事情啊？我不也就这么一回吗？咱俩结婚十年了吧，我让你为钱操过心吗？不都是我在挣钱，你爱买什么买什么，你想去哪儿度假去哪儿度假，不都是我吗？小玉五个月的时候第一次发烧，我出差回来，孩子嗓子都哭哑了，当时就决定要好好照顾孩子，放弃工作。这些年我确实没有因为钱而发愁过，可也就再也没有了自己的时间。这些你是能用钱来衡量的吗？你对上个月粉丝闹事导致流量失去代言这事儿怎么看？是，请问是哪位明星的粉丝？这么大的文艺事件，你不知道？其实啊，我以前就看过你的稿子了，写的的确不错。所以呢，虽然你的年龄呢不在我们的招聘范围之内，我还是约了这个面试。但是啊，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，一个人在家闲了八年，再入职场，还能适应吗？还了解当下思潮吗？闲了八年信息滞后，相对于同龄人而言，还能有什么优势吗？您的妻子在家里看孩子，您也是这么不尊重她的吗？我们不讨论理论话题，站在公司的角度，你谈不出你的优势，我们就没有录用你的理由。说说你的优势吧。如果你说不出来，下一位吧。我知道环境变了，我知道我曾经在纸媒的工作经验不作数了。你们问我的优势在哪里？我的优势就是全职妈妈，我都做过了，没有比这更艰难的职场。24小时无休，没有周末，没有假日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同事，没有任何奖励机制。但是现在我比之前更能胜任高强度的工作，更能面对苛刻的老板。因为照顾两个孩子长大，我比之前更有耐心，更有责任感，也更懂得沟通。虽然离开行业八年，我从来没忘记看书学习，可就因为我是个妈妈，因为我不再年轻，就没有公司再愿意相信我。您刚才说的那个粉丝事件，我确实不知道，但为了来贵司应聘，我把贵司这三年的文化营销案例和其他公司的同类案例做了比较，是从网上查询的，难免有疏漏，但也能看得出来，尖峰文化
到目前为止擅长的还有缺失的，以及可以突破的点在哪里。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做的，留给你们吧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是齐涛吗？哪位？你找谁？喂，木木老师，我是小琴，这是咱们公司电话。哦，小琴老师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下课了吧？嗯，我刚下课。哦，明天有位家长想试节课，但是有点远，你方便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方便，那我明天过去。好，那就定了。谢谢啊。嗯，拜拜。怎么了，妈妈？我要迟到了。上课好好听老师讲课，然后放学一定要等妈妈来接你。好。嗯，去吧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老师早上好。木木。木木，你听我说，你跑了我没生气啊。你别怕我，真的，你别怕我，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？来，美人，系好安全带。谢谢。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什么话怎么别人？萧萧妈妈怎么了？不是看着呢。起床，木木。哎呀，干嘛呀？拉拉扯扯的，那男的谁啊？不行不行，咱们过去接上他吧。这是干什么呀？萧萧妈妈，上车吧，上来吧。行吧，到时候再聊。谢谢你们。嗨，去哪儿？送你，或者送你回家。好。
妈。喂，木木，我问你啊，香香是不是又长高了？你要干嘛？多少公斤了？25有没有？妈，你不用给我买东西。妈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不用给我们买东西，我们什么都不缺。你不是缺钱吗？你管好你自己不就行了吗？那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先逛街。果然是个油腻。你说他们什么情况？我看那样子像是前夫啊，离了婚还阴魂不散的，太可怕了，所以千万别结婚。哎呀，你就是被离婚弄得伤了心了。你怎么样啊？林宇翔知道了吗？是有功夫搭理他。这事儿你想的怎么样了？我已经跟医院约好时间了。行，辛苦你了，韩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有什么我再跟你沟通吧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送送您吧。没事，您别客气了啊。有事儿咱们再沟通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您慢点。哎，再见，顾太。主任，主任，我已经深刻反省了自己之前的工作态度。你让我去给实习生培训，我也算给咱们律所做了贡献。你也得给我个机会吧。说吧，要什么机会？顾太，顾太和她老公的公司正忙着上市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她要离婚，这个案子很微妙啊，你怎么看？离婚换个角度就是交易失败，一纸婚约就好比合同，难免会有人不履行条约或合同欺诈。这个级别的离婚，最主要的就是财产分配，首先要去法院申请查清资产。主任。你就把顾太太这个案子交给我做吧，我知道您手上还有马总的案子，正在庭审的关键阶段，你一个人又忙不过来。顾太太这个案子，我会在您的监督指导、英明指挥下，完美的完成任务。顾太可是市场资本部的大客户，咱们婚姻家庭部要是掉链子的话，那可就惨了。这个案子将会是一场持久战，他家产业多，需要取证的地方也多。叫长跑长出差，没问题。2周之后，我们需要给顾太提交一份初步的资产报告。好的。哎，我没说就交给你啊，先看你的报告再说吧。啊。谢谢主任。要我说，这当妈的不能用，后面事肯定特别多。写的文章啊，也有股妈味儿，感觉跟上世纪一样，可怕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拿下我的手机。简历我拿走了，我这个当妈的。你们应该是不会录用的。这大妈脾气还挺大，谁说不是呢？课表给您排好了，我申请过了，您这边可以按周结，一周800。来了，沈总，沈总，
坐吧。哎，哎，喝点咖啡。好，谢谢啊。计划书我已经看了，您觉得行吗？哎，很有潜力，我很感兴趣。你知道吗？国内的音乐演出市场非常巨大，光去年的增幅就已经超过了20%。你看，我们再跟网络一合作，直接弄上市，这轻轻松松就财富自由了。喂，老婆。启程，今天你去接孩子行不行？没问题啊，我去接。好，那你去接吧。我这边有点事情，我会晚一点回家的。冰箱里面有我做包好的饺子，记住吃啊。行，放心吧。好，那就这样啊，挂了。气泡水好喝，来两箱。这云气森林白桃味的气泡水是我卖的最好的，来您尝尝。你好，请品尝一下。来，您也尝尝，看看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小区美化环境，准备一天种6棵树，要种8天可以种完。为什么是实际上是8棵呀？就是事实上真种树的时候啊，一天可以种到8棵树。我们题目是一天种6棵树，然后8天可以种完。那我们一共是种了多少棵树啊？是10天吗？什么10天？你有没有在听爸爸读题啊？爸爸问你是一共能种多少棵树，一天能种6棵，种8天，种多少棵？6×8。嗯，6×8多少？48呀。对呀、啊，那咱们多少天可以种完？6天。对嘛，你终于听爸爸读题了。好，你接着把没写完的赶紧做完啊，有什么不懂的再叫爸爸啊。好的。你回来了。嗯，刚进来，听你给孩子讲题。你去哪儿了？吃饭了吗？嗯，吃过了，跟金露一块儿吃的。我怎么感觉你这饭吃的有点累啊？没有，就想靠着呢。哎，对了，老蔡又给我介绍了一个靠谱的投资人，没准过几天就有好消息了。那张群那边呢？也聊着呢。嗯。啊，金露怀孕了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先别说吧。你干嘛？什么呀？什么真的假的？你这大老爷们儿，你八卦呢？嗯嗯。林翔，啊？你想听八卦？嗯。哎，那个红道集团，你知不知道？啊。他们老板太太今天来我们所了。嗯，要打离婚官司啊？是吗？啊，这个生意要接下来，肯定比那鸡毛蒜皮的那些小案子不知道多赚多少倍。一旦代理费能够上去了，就像你一旦成功一次，不对，是一旦再成功一次，那编剧费简直就蹭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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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蹭就涨上去了，对吧？庸俗。我这人就是很庸俗啊。我们家有一个你这样高导的不就行了吗？反正我现在心里想的只有三居室。那个，按照资方的意思改的怎么样了？啊？点头什么意思呀？是改了还是没改呀？你改了还是没改？哎呀，死了！哎呦，死了一会儿再来一把。你改没改？你跟我说。改了，改了，改了。啊？怎么改的？各退一步嘛。嗯。我同意了，给他们加点奇幻元素。哎，我也不明白了，奇幻元素有什么可看的？现实就够奇幻的。那肯定是市场需求吧？你就听资方的就对了。那个。什么时候签约呀、啊？说了，等这个剧本改的方向定了以后就签。那什么时候定啊？改完定啊。
要不再玩一盘吧？我什么时候改完呀？我得慢慢改呀。那你别玩了，你改吧，你快点，争取时间嘛。且不说我画廊那摊破事儿，我觉得我就不适合当妈，因为到现在为止，超然都这么大了，我还记得我喂奶时候的疼痛。电影里边有一个女的，在雨里生下来孩子，生完之后抱着孩子就喂奶，我都看乐了。这不是真的，这肯定是一个男人写的剧本。女人喂奶之前得先胀奶，胀完奶之后通奶，流着血结着痂忍着痛也要继续通。我就得了乳腺炎，输液，穿刺，最后开刀引流，发着高烧躺在床上，夜夜不能入睡，孩子哇哇大哭，孩子爸爸在外面夜夜喝大酒，这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。姐妹们，为什么还要我再经历一次这样的痛苦呢？超然小的时候睡着了，我捧着他的脸，好可爱的小孩。但是说实话，真的，我还是非常怀念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超然三个月的时候，他爸突然良心发现，替我照看了超然一个晚上。我一点都不夸张啊，大冬天我走出去，我走了整整一个小时，看了一场电影，因为我太高兴了，我又走了一个小时，我哭着走回家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感同身受，只有妈妈们之间的惺惺相惜。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母亲。感受都是一样的，谁都经历过那段煎熬时光。我记得小优小玉半岁的时候，有一次李成出差了，就我和阿姨在家里。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两个孩子就拼命一直在哭，怎么哄都不行啊。然后突然间我就不想哄，我就把孩子放在床上，自己跑到客厅里坐着，一直坐到天亮。他们俩李晨这么好，他都有崩溃的时候。哎呀，哪个妈妈刚生完孩子没哭过了几鼻子呀？对。我们家小瑞小的时候，第一次生病，刘峰不在家，给他打电话他又不接，给我急的呀，我就出去打车，我抱着孩子在外面还怎么就打不着车。终于车来了，我一上车哇就哭了，给司机吓坏了，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。因为你崩溃了。我还以为你们跟我不一样，每次提到自己孩子的时候都那么骄傲那么温柔，感情都一样。痛苦都是真的，但幸福也都是真的呀。再想想。对，得好好想想吧。嗯，我来。Cheers。 哎，你再给我打三扎。别，两扎我够了，够了。峰哥最近专心钻研剧本，体力有点跟不上。我能跟你比吗？我都不惑之年了。哎，小林啊，你到底多大？我三十二啊。三十二啊？耶，还挺年轻啊。三十二的时候我能连着喝好几天的。哎，你三十二啊？啊。哎，可这巧了。陈总，我就是三十二要的。哎呦，所以说小林，以后有孩子的问题随时咨询我，知道吗？不，等我说完。小林，嗯，任重而道远。嗯，我跟老李都是过来人啊。等你孩子上小学的时候，哎呦，那咱俩孩子都上大学谈恋爱了，知道吗？啊？啊？哎，不，等会儿。嗯。什么孩子呀？谁孩子呀？他不知道啊。
你别等会儿吧。你别闹了，哥。文浩，怎么了？我在找琴谱，就是老师你第一次上课给我弹的那个琴谱，我一直找不着。别着急，我帮你一起找啊。好。初院小杰，银城来。文浩，我找到了，是这个吧？是吗？那我们就今天还练习这一首，好吗？嗯。文浩，今天是老师最后一次给你上课了。为什么？你把这一段再复习一下吧，来，坐。节奏要掌握好，好吗？你不用走，我好好练琴还不行吗？我不想再管新老师了。我不是不想教你，是因为我要离开这儿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好好的把最后这堂课上完，好吗？下课了。嗯，妈妈，密码已经在包里了，付钱。好，好嘞。那琪阿姨再见，科科叔再见，小小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嗯，谢谢你们对潇潇的照顾。不客气。走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很有趣的地方，我带你去几天好吗？你又要搬家，我不想搬家，我不想走。你不是说你不喜欢现在的学校和同学吗？我喜欢，我都交上新朋友了，我不想走。潇潇，你相信妈妈好吗？以后妈妈会给你解释清楚的。这样吧，我们去学校跟老师请假，过几天我们再回来上课，这样行不行？你骗人，你不是说爸爸过一阵就会来找我们吗？爸爸呢？你还老骗姥姥，你不是说人不能撒谎吗？潇潇来了。妈，潇潇，潇潇，姥姥来了。Thank you.
情散场了，他们为剧中人一次又一次哭泣，想看的我们再一次相恋又再一次分离，春夏秋冬爱恨汹涌，又和谁执手归去，月亮照耀着他。南方的站台，北方的酒，沉醉了离开的人，点着的香烟，雨水纷纷，追赶着淋湿的人。春夏秋冬爱恨汹涌，不如他独自归去，月亮错过了他。过了山水，错过年华，灯火阑珊处，是否有你在远方，孤独的像个孩子一样。当初的誓言随风飘荡，随风飘荡，是否有你在远方，懂得了彼此的原谅。过了山水，错过年华，灯火阑珊处，是否有你在远方，孤独的像个孩子一样。当初的誓言随风飘荡，